很危险，我感觉哪吒估计要跪啊！这下应该跪了，应该跪了。三个人的包围，对，没问题。这个点已经快到六级了，哦，这边挑，这挑到了一个不是活物，但是虞姬这边瞬秒，不等你回家，这下。 这个技能的连招真的是打得非常准啊！那月痕临死之前开出个大招，帮仓下来之后看看，对，很尴尬，必须得出点肉，没有反制能力，这边又抓到了要秒杀 ，XQ 中前期的节奏痛，上路这波又是抓了一波时间，哪吒很危险，大乔的大招应该是在 CD 时候，所以救不了流苏，这波就是趁着大乔没有大招，流苏再次被抓，下路公布武藏。 看到队友刘邦的一个传送，一个闪现，哦，一剑又秒掉，韩信被一波反杀，然后 Drift 从上路来的下路直接拿到二连击破，炸一波，一个减速，三杀。这一波的话，对于韩信还是，但上路的话就有点危险啊。哪吒又被抓，哪吒流苏直接二技能出，哎，这边能走吗？下一个鸟，你惹怒我了，砸一砸，直接这个大招还没有交，要秒了，秒。哎呦，现在一波阿泰墙上，不要对到塔图的一个伤害。 在前排继续碾着对方，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大乔这边刚刚出来，宫本武藏能不能做些什么？不行啊！宫本武藏挡了成吨的伤害，还是没有办法力挽狂澜。剩下一个大乔，估计也是无力回天。那让我们恭喜 XQ 拿下第一局，16个人头插。哎，这边危险了，一个标记没有一技能到，但是大乔还是给到了呀。 伤害贼高，我说了，现在差一点，但是要减速，想杀梦泪，一剑过来，梦泪直接残血，还是被一技能爆死，有点难，而且中路老帅面临三个人的危险，我们看又来 XQ 再一波抢发，配合到兰陵王大招再加，曹操收到人头 ，XQ 再，如果我看的没错的话，应该都在马可波罗身上。这波老帅能一波强秒吗？大乔大招都没有开出来，奈特正面强刚梦泪的橘右京，那。 这一波 XQ 是连刀两人，在草丛当中一个斧啊，击杀过来秒掉了。邱军之后一个大招很斩马可波罗，但是无奈于魔女斗篷出来之后，反杀吗？我们看一下，大招召唤，反杀下来，太强了！这波月痕这边其实伤很高，看一下张飞这里，这边的话又是一爆。 真的是，进化了，奈特血量很惨，又是一炮，这波莫子简直神了，我的妈，三炮炮命中，哇天，这一炮真的是打出了精髓，一炮抢了龙，应该要跪，莫子他的被动，哎，等一下，奈特这波被抢秒的话没有闪现了吗？ 挡一波漂亮，这波炮，二技能，邱金狗没了，走掉了，这就是你不掉，这波其实还在往前。哎呦，这波阿泰的炮，炮打了正面，但是张飞好大，没有兵了，主宰先锋已经倒掉了。我们看一下正面，如果莫子再留人就很危险。对于 A 级枪会来讲，他们需要注意一下莫子的炮。哎呦，曹操这边要撤一下了，这边张飞大招，居然比曹操还先死，居然赶到，老帅血量很差，一个闪现往过去之后。 三个位置，好像是减速，究竟过来，被秒了之后，恐怕还是在打扑克。曹操又能赶到正面战场，杨戬又被秒，老帅连续几波团战残血，这正面于究竟被秒，张飞也很难刚住啊。正面马可波罗进场太大，但是伤害并不够，这边兰陵王很有可能被带走，这边张飞也不敢上，因为张飞血量不是很多了。是的，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，四秒钟，曹操看一下。 他的血量，那边有复活甲，一个闪现交出来，被秒之后，曹操这边第三招能不能击飞？被沉默之后，奈特被秒，但是流苏这个复活甲，他就拆的好烂啊，真的。这边墨子复活，墨子出来一炮定住，但是感觉又被吹不掉。这波 A 超会如果团灭，不行啊！如果 A 超会团灭，这波就炸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又是一炮。主宰先锋呀，感觉 A 超要撤一下了，如果再不撤，真的要一波GG了，因为上路主宰先锋已经就位。 这波想强干，这一炮定住 ，BB 这边要被秒了，那就很危险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超会，张飞的他被沉默了，再被吼进沉默，大招都没开出来。这边杨戬也很危险，只剩下一个人，已经进来了。杨戬的位置，老帅没有复活甲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已经走远了。恭喜 XQ 2比0带走 AG 超安慰。